一号忠诚宝宝夹晚大热门，好热门嘅呢只布文骑嘅呢只啊，一号仔佢咧就上次第一，前次第二，好热门嘅呢只马，一点六。二号咧呢只叫艾利奥，艾利奥上次第四，前两次都第二嘅，哇！而家就十四倍，赢过嘅马咧就系一六八。而家影住呢只五号咧就系叫做我做到，五号我做到，而家系三十三倍。我做到咧上次十一，前次第七。三号咧就叫金晋升。金晋升骑师咧就系麦杜朗，呢只马上次第七，前次第五。十二号咧就系辣椒醒，辣椒醒呢只马咧上次第五，前次第三，即系前次系入位置嘅十二号马，而家系十九倍。十一号咧呢只叫做聚风云，聚风云咧就系十六倍啊而家。他上次第七，但前次是第二的霍恒星，而家转咗俾田泰安骑。骑姐要一号、六号，要两只赢咗嘅，赢过本路程嘅。十三号呢只马咧就系、是，哇，千几蚊 win 嗰只。十二号话咩事啊？唔听话呢只马。十二号辣椒醒。梗系扭计啊！打佢几锤啊！佢喺度十二号咧就系骑师，就系霍恒星。八号咧就睇下先，八号呢就冇好多赛绩噶，盛世名区最近呢三次都系九名以外噶。彩衣就几靓啦，即系粉红色、黑色。班德礼。九号而家影住呢只咧就系双赢橙色衫嘅九号仔，而家夜九倍啲马冇飞嘅，七号开始啊，七八九系只十号有啲飞，而家望到呢只咧直间衫嘅就系二号艾利奥，二号艾利奥，二号都系十四倍，我要咩啊？我要。一号十号都要吓，即系要只十号仔系五倍，十号咧就系上次第五，前次第三，六号有。隔晚是十七倍喎，六号啊，六号而家都是十七倍，十号隔晚是五倍，十号而家都是五倍，冇乜点喐喎，真系啊！一号系隔晚大热，现场大热，最近两次全部入 Q， 一个一第一，一个第二咁样，成绩表就靓到绝啦。睇下先，睇下边只毛姑姑有飞先。十一、十二咧，十一、十二都系冷门。可能二号会跑得几好啫，起码最近三次有两个第二先。黄志康要一号、十号，即系同我都系咁嘅谂法啦，一号、十号。布文拍呢个薛恩，信心星，信心星咧就因为跑咗三次跑得好少啊，都有一个第三。蔡俊佳要十号一号，话佢要薛恩多啲，十二同埋三，
二号同三号，我觉得即系二号，即系二号近期呢三次有两个第二，即系郑艾利奥可能就系向又系即系放头跑嗰类咧，又系而家见到一号仔忠诚宝宝系咪真系咁劲咧吓？睇下咩评语先，睇下上次一号仔咧就叫做。沿途走势畅顺，直路加速胜来游刃有余，是这样的。快步速展现甚快，前速嘴得领先，即是要放头带领上一次啊，就咪赢了出来。继续拍着这只八号呢就是51倍。艾利奥夹晚9倍，现场咧就系冷咗啲。三号咧就系26倍，夹晚都系咁样。四号、五号都系冷门嚟嘅，四号、五号、五号夹晚22倍，我睇唔到边只现场系明显系多啲飞嘅。而系九号而家有6格，九号呢只马咧跑过4次，有1个第二，冇啦。我要1号10号呢，我睇只三号，我睇只二号艾利奥会跑来积极，即系会八档。梁家俊喺日本跑都跑第3啊，我呢只就比较暴慢。麦道朗他就跑这只金骏星，是不是真是达心星洋菜啊？达心星的话富巴打可以赢到啊，信心星赢啦，加的信心星是同主啊，这边入闸最风云，跟着啊超威力，其他很多马都入了闸的了，现在埋紧他就盛世名区洛飞的双赢，再来就信心星搞定，后面金骏星好亦都冇问题啦，哇呢只扑到埋去嘅，朝朝醒啊，有啲猛整，剩翻4只，我做到忠诚宝宝、焦点、友谊、喜悦，第6场嘅草地赛事交俾闸前，翻一队，友谊、喜悦同埋我做到，全部马匹准备妥当，6场赛事4番1400米嘅路程。排熱第一啊！好，你一開閘嘅時候，白臂姑嗰只咧就忠誠寶寶搶咗喺前面啊！艾利奧就第2位啊，第3位埋面跟前啲就係信心星嚟噶，中間有我做到啦，63咧猛咁騎喎，頂住啊忠誠寶寶喎，係線路神話嚟噶，今日潘頓嚟啊！咁啊後邊嘅話，出邊有招招醒啦，中間雙贏黑心黃毛焦點啊，內欄位置仲有呢只咧就金進星啊，後邊5匹馬啦，友誼喜悦啦，尾4外邊啊盛世名區啊，尾3內欄黃毛咧仲有聚風雲啊，再後啲嘅馬匹啦，先見到咧就係嗰只超威力嚟噶，咁啊同埋一隻連捷啊，好啦，咁啊轉緊彎中間啦，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只艾利奧嚟嘅，響佢外邊就忠誠寶寶啊，咁啊線路神話跟住個第3啦，內欄第4嘅馬匹咧仲有呢只信心星啊，中間第5就我做到啦，內欄第6啊就係金進星啊，等入邊嘅馬有聚風雲啊，咁啊攞出去外邊咧有呢只就雙贏啊，黑衫中道係焦點啊，最出嗰邊有招招星同埋盛世名區，好啦，最後300零米。前面佔先的馬咧就忠誠寶寶出咗嚟先啦，將埋邊嘅艾利奧就趕過咗噶啦。第3位嘅馬中間有呢只咧埋邊上跟嚟，係嗰只信心星啊。再見到中檔追少少嘅馬咧，仲有呢只我做到啊，攝入邊上有隻連接，中間位置就金進星啊，接近終點忠誠寶寶輕鬆打搭贏啊。跑第2名嘅馬咧埋邊有艾利奧，出邊追上嚟金進星，2匹馬要影相爭第2啊。咁至於第4名咧？臨門有少少力弱啦，就係加程賽跑1400米嗰只信心星啊。結果呢只忠誠寶寶放頭又得一人跑，1號、2號啊，艾利奧啊，跑得幾好啊，黃之宏沿途頂住你。咁只3號仔咧就係叫金進星，隔晚24倍嘅。只10號咧就係好似冇乜後勁嘅史恩，唔係史恩冇後勁，係啫。是隻十號仔叫信心星，冇乜後勁啊！
一号布文咧速度就调教得好好噶，即系同只希威森第一场咁差唔多噶。一号、二号、三号、十号，二号上次跑第四嘅啫，一号啊赢过，一出嚟白鼻箍蓝色帽仔。已经出咗嚟啦！哇，你睇呢个王志宏几狼啊，退咗出嚟先。系啊，佢最近三次有两次第二名噶嘛，今次又系第二名啊！即系佢呢啲系艾利奥，经常都跑第二名嘅。咁啊，外边咧白色三绿色袖嗰啲咧就叫连捷啊嗰啲咁样啦，即系。咁啊，布文而家已经 head 住啊王志宏半个身位。咁佢又即係要跑多好多路程㗎嘛，白鼻箍。咁隻十号呢就喺呢度，隻十号呢就出资就跑第四嘅呢就叫薛恩嘅信心星。困喺里面。睇攞唔攞到出出面，攞唔到又都係喺里面。我布文而家拍上嚟同我王志宏短兵相接嘅而家。咁佢只马骑得好稳阵啊，推下只马又用听话出咗嚟啦。咁啊十号冲上嚟，我以为咦有冇机会啊，有嘅机会穿下啦。点知只三号金骏星隔晚廿几倍嘅呢个骑师叫麦道朗上嚟攞咗个第三名，赢咗呢个十号一三一二。三十，即系二号仔艾利奥啊，赢五蚊位置都系热门 Q 嚟嘅。反而只三号咧就系、是、冷门啲，三号金骏星一啲赛绩都冇嘅，近期第七、第五、第七。